要用多少个晴天交换多少张相片，还记得锁在抽屉里面的滴滴点点，小而温馨的空间，因为有你在身边，就不曾感觉到害怕，大步走向前。一天一月一季一年，想不想永远，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。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一时慢慢发现，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，多值得纪念。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们都笑得很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于是慢慢发现，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，多值得纪念。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们都笑得很甜，一切停留在一瞬，停格在一瞬间。谢谢客栈的朋友们的精彩的表演，我们也请